你肖大叔知道肖朗的脾气，所以强忍着不去帮他。这是他们父子俩为彼此着想的方式。英奇，有时候父爱就是这般的隐忍。你爹当年也是这样。娘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萧大叔他就是玄机门的百里流光？是啊，他是你爹跟我多年的好友。其实有件事情我没有告诉你，当年你爹把你救出来的时候，现场还有一个人，那个人就是萧月。活下去，英奇，云峰，怎么会这样？来不及解释了，快带英奇走，必须有人留下来平复指挥使，快走啊！快走！我想赶去阻止，可是对不起，我去晚了。过来吃饭。哎呀，这都是萧郎做的。哇，这么多好吃的！哎，英奇哥哥也来了。是啊，我来尝尝你的手艺。你不知道啊，现在萧郎的手艺啊，可比我强多了呢。嗯，啊，英奇哥哥都来了，怎么不见英南姐姐啊？她去哪儿了？平时只要一喊开饭，第一个冲过来的就是他呀。你英南姐姐现在在蜀山呢，掌门叫她去抓坏人了。哦，小郎，啊，待会儿吃饱了，我带你出去走走。哎，好啊，爹，你带我去练流星坠吧。好。爹，过犹不及，休息会儿再练吧。爹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是怎么和娘认识的？那是在很多年前，
也是在这个地方。是你的妻子啊，傻瓜！你是谁？这是什么地方？你忘了吗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呢。这个地方是我的房间啊。说出来也许你不相信，刚才我梦见你说你是我的妻子。做梦想娶我的人可不止你一个。不是我有意冒犯，只是我的梦往往都会成真。我叫百里流光。